小帮手还是想跟我分手哎，怎么办？看来不是开玩笑的哎。他说他心累了。他说他真的累了，不是假的。他扛不住了。今天花的钱已经达到了10600了。好了，我再氪三单啊，就这样。我们兄弟就到这里啊 ，Twizy。三单我再没有出二够二命的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换三单哦，不要生气哦。你这个笑容我很害怕。嘿嘿嘿，3040块乘以三。加3040等于再加3040再加3040 ，OK， 19720。了解，行，是你是不是飘了升再上升了没有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小帮手在跟我提分手，我很尴尬。我在看小帮手要说啥。他说他觉得在一起两年差不多了。我人没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跟我提分手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就因为我下午。不开心吗？人没了。4月1号，啊！感谢感谢杜仔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！哇，害我心情差点没了，我人差点就没了。啊、感谢你们这些聪明的大大，感谢你们！哇，差点被骗了。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胡乱呢？怎么办？难道是真的吗？我人真的要没了吗？小帮手在玩我，没错，因为今天愚人节啊，肯定玩我一波。小帮手的嘴骗人的鬼，哇，他趁着愚人节大肆的骗我，哎，好扯哦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他在报我他那时候生日，我骗他的仇。他之前生日的时候，我有耍过他一次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因为那个啊，我玩电动玩太凶了，我很方。反正因为小帮手在他那个朋友那里，他在楼上，他不在我旁边。我想说他干嘛突然跟我说什么要分手，吓死我了！我真的被骗到哦，我真的好慌哦，好紧张哦，我也要出事了，差点就再也不能开直播了。因为我都很长时间其实都在跟 Two Easy 玩忍者必须死，没什么陪小帮手，我很方。小帮手还是想跟我分手哎，怎么办？看来不是开玩笑的哎。好方哦。他说他心累了。他说他真的累了，不是假的。他扛不住了。
祝你分手快乐。看我的鞋就到了。说等等回来去收行李了，杜仔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可能跑不上山了。我没有心态玩这个游戏了。海川干妈说了一下，他回家了。改的账号没事啦，开玩笑的。我操！啊！我被骗了，害我死了一只角色。请认真跑，谢谢。我心太崩了，我真的心太崩了。我不会过。接下来去干娘骂嘞！谁说的？你们破他梗，他很不小帮手很不爽。小帮手差点骗到我，他很气。谁说的？永奔了！小帮手说他觉得他骗到我了。刚刚是谁跟我讲的？他要永奔了，完了。快逃快逃，哇，还好还好，我差点人没了。